家都说大学是象牙塔，现在的大学生是草莓族，与社会脱节。但是在花莲，还是有这么一群非常有心的大学教授们，发挥创意与行动力，带着学生们走出校园，走进偏乡部落，打开学生的心，陪着他们拥抱山海，亲吻土地。这群可爱又用心的教授们，以身作则，行动间展现了卓越的教学法，建立起学生的信心，开启了他们对社会及土地的责任感。这真是一门和我想象中大不相同的课，不只包含知识层面，更深入内心层面，探讨如何激发爱土地、爱人的胸怀。不同生命故事的分享，让我的心受到深刻的冲击，进而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、教育理念和生命的